宝贝，今天是你满周岁耶，所以啊，妈咪有准备超特别的礼物要给你哦，那就是妈咪的歌声。你知道为什么这很特别吗？因为妈咪平常歌声太好听了，所以不能随便乱唱。我怕太多唱片公司要来找我发片，所以等你长大之后啊，听到妈咪对为你唱生日快乐歌，你一定会超级无敌感动。妈咪要开始唱喽！准备好了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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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贝，生日快乐！所以等你长大之后啊，听到妈咪对为你唱生日快乐歌，你一定会超级无敌感动。妈咪要开始唱喽，准备好喽！